我肚子饿了。肚子饿，外婆给钱，你去买菜吧。外婆给钱呢。外婆买什么菜啊？买点牛肉吧，再买点番茄，再买点青菜回来吧。好。外婆给钱呢。老板娘，给我来点牛肉。要多少？我看看要多少钱先。大概要20吧。谢谢老板娘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嗯，好的。咦，给我来点青豆。哎，来啦，要多少钱？这袋。那也袋。给奶奶。祝你生意兴隆。啊，谢谢啊。嗯。小朋友要什么东西？这鸡腿几块钱？5块钱一个。我先看一下钱不够，够不够？我只有2块钱的钱不够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关系。老板娘，哎，2块钱什么东西能吃饱？水晶桃。哦，那就要2块钱这个。要2块钱是吧？嗯，给你。谢谢老板娘，生意兴隆。啊，不用谢。嗯，下次再来哦。好。原来我正在上班，听风中外起摇，因为怕这两天会跌倒。回来啦！是的，外婆。那我们煮饭吃吧。外婆，我好渴啊。渴，你回来，外婆给一点东西你吃。珊珊，你看看这里面有外婆特意种的东西给你吃的，你看看。喂，外婆。